堂堂，掌声。大家都在关注子弹飞二吧，这就是我子弹飞二重要的明星阵容，有请主题歌表演者六妥。大家好，李宗盛大哥。我千凡人生在人世间，有请片中的武术指导七妥。是林小龙哎。县长夫人，马桶掌声。梅艳芳啊，接下来将给大家隆重推荐我们的酒桶大哥。酒桶会是谁？浪奔浪流，万里中通江水永不休，淘尽了世间事，云作委任状，兹委任周立波为鹅城县长，明日即刻上任。周县长，请发表个人感慨。节目还有吗？节目到此结束。书俊，实在是莫名其妙的太精彩了啊！这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人，你们还凑得到在一起？李宗盛胖了，李小龙瘦了，周润发矮了，太老了，我记得。梅艳芳头大了，怎么可以找到这么像的人？请报一下各自的职业。我的工作是做公路勘察设计的。李宗盛先生。自由职业吧。李小龙先生，是武术教练。老年周润发，大家好，啊，我是开出租车的。那谁要坐周润发开的汽车，这贵了去了吧？有人在车上认出你来了吗？签名的最起码有几百啊。发哥，你要把帽子摘了。你平常开出租不能戴着帽子吧？哎呀，这样更像。有点像。你们几个人就是生活中见没见过，比如说你见没见过葛优，你见没见过发哥？我见过梅艳芳小姐的蜡像。梅艳芳小姐的蜡像，在香港的蜡像，就是穿的我这一身，我这一身是原版扒下来的。哎，我突然在想啊，生活中葛优人们就说你像吗？就是小一头发拿下来，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头发？自己你们的梦想是最终是这一生准备怎么着？葛大爷，我就想站在这个最具影响力的这个舞台上，让葛优葛大爷以及喜欢葛优的粉丝们知道，有一个人在默默无闻地模仿他了很多年。啊、哦，发哥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发哥，我的梦想就想拍一下电影。我的梦想是能拜甄子丹老师为师。希望有一天能够跟李宗盛同台，希望得到更多人的认可，更多人的掌声。舒俊 ，yes 还是 no？ 我觉得你们需要更精彩的剧本，不然你们再度出现，我们就会觉得你们五个